兄弟们，这个英雄大家没有见过吧，暂且就叫他大锤吧。大家可以看到他拥有粗壮的手臂和那细直的小腿儿，我觉得他就是个辅助，看来这把只有走中路了呀。我很好奇他一开场为什么会有三个技能呢？啊，这中路是个曹操，就一个横刀劈吧，这个技能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这个曹贼的走位不行啊，直接就是一阵二技能，怎么还是有点眼熟？兄弟们，这波被两个人给包围了呀，我上去就是一拳带走小明，想跑想跑你跑呀。大家好奇的大招他来了，不过击退的距离好像有点短了吧，给你们表演一个长距离击退，就刚刚这一拳击退了小明的心。对不住了小明同学，你就在我家泉水好好治疗吧，残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走去逛逛商店。诶，破军，我没有看错吧，99元直接拿下，毕竟咱们有的是条件。哟，你还想起飞？后羿您可别跑呀。红吧，作为我们队的辅助，给队友开条暴君，毕竟像我这样的好队友已经不多了。怎么感觉一个龙不得劲儿，干脆再开个主宰吧。后续还有更多的离奇英雄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，喜欢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